今天我哥跟我嫂子要来我们家吃饭。真的假的？啊、哦，这个是给我说杀公主的。你跟他要的？嗯，舅妈是很爱我。是啊，舅妈确实很爱你啊，但是没有像你这样厚脸皮找人家要哦。这是你哥和你嫂子工作第一次来。是啊，怎么？你今天准备涨勺吗？那没有，我不敢抢你风头啊。那你大舅哥来，你不也得表示表示？那还是你嫂子第一次回娘家呢。那是啊，老妈都准备认她做干女儿喽。你当时不是说信誓旦旦说把咱们家当娘家吗？是啊，要常来常往啊。对呀、啊，还记得吗？记得，我种的菜都等着她来摘，还搞惊喜。那你有给舅妈准备什么吗？准备是小我跟你说了，不能让你听见。哦。把我们俩都弄掉。两个是你。他俩一个准备了菜，一个准备了一个小秘密，咱俩不能坐以待毙啊！怕啥？我都列好了，看菜谱啊！啊，六道菜一道汤，够不够？这就是你祖传的那个菜谱啊！哪呀，我这不是新加一个炸鲍鱼，还有个糖醋里脊吗？这都是我没做过的哟。每个菜你都写这么详细，该买什么都写好了。啊，我就怕忘记了。这工作做的还可以哈、啊，值得表扬啊！我这六菜一汤的规格不低了吧？可以。我对我嫂子说了，以后她回娘家就有口福了。这干女儿是不认不行了哈，但是人家是有干妈怎么办呀？老妈，你今天这高低不得整个红包啊？好啊，过年的红包呢，还是新到咱们家的红包啊？这看你的心意哦。因为她结婚第一次到咱们家里，回娘家的规格还得两根杆子，赶紧地里摘，赶紧地里拔两根回来，带头带尾的杆子，什么寓意啊？那个？那是回门，回娘家回门的时候、哦、那不得还得拖只鸡不？那是小鸡要拿回你家养哦，那是娘家给的小鸡，可以啊，就按这个规格整到时候你嫂子说怎么搞得这么 隆重，我们娘家我还没这么隆重。那么简单哦，那我去准备去。奶奶我也去。来吧，带你去看看你婆婆的秘密花园。那是她的田吗？有啊，有田呢、啊。我奶奶的根是在那里。是啊，我怎么瞅了半天都没看到在哪儿。这两颗，这么小啊？是有讲究，还得带头带尾，不能砍断啊。是的。你当时回门，老妈有没有搞这些？没搞，那时候咱们不都重剪了吗？刚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代表甜甜蜜蜜啊。嗯，有小可爱耶。对呀、啊。那个小的给我啊，小的，小的给你啊，你也回门了哈。一二三，就这俩，看人家过年哦，买了两颗50块钱，那么贵，它是顶门的，说节节高，那不巧顶门说是黄节的，还得一头，那一头是干嘛的？我刚好说你。行了，这着急了。闽南话里面的芋头呢，指的是藕，然后有一点旺的意思，旺财旺子。旺死了哦！哎，我们姐姐听懂了呢。人家要看咱们这拿着两个，干女儿回门嘛。那就够快吧，跟我咋觉得我的更快？抓鸡要抓一公一母，这也有讲究啊。对呀、啊，双双配对呀、啊，它还能传代呀、啊，生再孵。你还能生很多小鸡？你也懂啊。还想跑？对，一公一母。我咋感觉你没有女儿，你唬我的呢？啊，是胡说的呀。那我也不是很懂。啊，就是看着人家那样弄，没有钱懂。我的一个小红包。那咱们做饭了啊？可以。你砍猪皮。好。有那么好笑吗？你不做都摆出来啦。先找一下咱们今天准备的食材有什么呀？红烧猪蹄，肉骨茶的排骨。是的。炸个鲍鱼。来做个糖醋里脊，老妈对这个很质疑哦，等会出来就知道了。我问他有没有这个手艺哦。还有拔丝芋头，这个是一个鱼清蒸，红烧，红烧，可以。我来两个青菜，一个茼蒿，一个荷兰豌豆，我现在现摘去买。日落间，回回
这草上一般不是挺凉的，自己种的还健康。是你灌溉的还有爱。还是拿你的来灌溉的。你这话说的没人敢吃啊。老妈，你种的菜这品种还真不少。你看我这多大个。你说到我老妈种的菜可自豪了。我告诉你哦，这个地哦，它都不会对不起，只要你付出，它会给你很好。好夸张哦！厨师专业吧。我和妈一样，也要吃妈妈奶奶一样。一样什么？一样勤快又好吃，然后爷爷一定有好吃的哟。那我等着吃啊。